小田圣诞真的只有一个颜色，因为韩国一直缺货，它本来好像还有深蓝跟深灰啦。所以我觉得这颜色超可爱的。对啊，就那种。就是如果什么色都有，就是每色都有的话，我会想推这个颜色，这算是、年轻啊。它是算那个黄金奇异果里面的颜色、哦。对对对对对。就有点那个雾雾的那种，就没有很鲜艳的黄绿色，超可爱的。然后它的全色，我先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个万年不败款，因为它从夏天出到冬天，冬天又出到夏天，夏天又出到冬天，这个款大概也两年了，但是它就真的还是很好卖，会比较可爱更好。然后它是有做开叉的，而且你再好，它的开叉不是开侧边的，它是有点往中间一点点，没错，看起来也会比较瘦，因为。而且这样的好处是正面也看到开叉，因为有时候开叉都侧面才看得到，然后这个开叉有点往中间，所以正面也看得到。然后它的哺乳在这，它没有口袋哦，哺乳是这样侧边的，黄色这一段而已。对，黄就刚好是做黄色这一段。然后它的哺乳，它就是它的胃在这边，因为通常很多是这种鲜的哺乳会比较明显，那这个它的做量拉链是非常非常明显。拉链的话就是做黄色，同色系的，这好像有大只。新款一直还不来，知道拿旧款继续搭。对啊对啊，快笑死。好，那这个是这样子。上衣是 C 5239，胸宽平方就已经122了，正韩字，全长是93公分，可以哺乳。